我一个大学的小帅，窝在可悲的郊区地带，唯一的食物除了那排阿姨们的垄断以外，小七就是唯一的依赖。那今天就拍三餐都带小七买早餐，烘焙机有打折，挑个能饱的。等等要上课，带个当点心。好了，就这样开课。午餐点数换鸡肉饭饭团，我真幸运再抓个鸡腿饭，解决简单。滚回去炫饭，这个窝便当调味满足，不会空口白饭。鸡肉饭不像，联名好烂。晚餐有够划算，加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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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了南部就是要加蛋。这个意大利面我加了两颗，这个包装超垃圾，我要气死哟。咸池驴色，菜滑软而不烂，贺个把蛋换梗面以七拌，煎至倔了，中始于意识的介贺，蛋白有上色，做蛤蜊比滑绳还小可，好吃了米倔呢，就是取客，面条被蛋黄腐着，口干绳个，不足蒜香了不出色。其实还拿了个巧克力卷排便，顺便当宵夜。结束一天，下回见。